5月19日，有媒体曝光一组刘亦菲在新剧《具有风的地方》的片场路透画面，引起网友关注。画面中34岁的刘亦菲身穿一袭驼色大衣，长发披肩，和以前相比似乎瘦了许多，小脸精致，身形比较单薄。当刘亦菲露出侧脸的时候，她的鼻子是非常高挺，鼻梁很优越，令人羡慕。私下的刘亦菲也很接地气，与工作人员边走边聊，心情非常好，整个人也看起来很是悠闲随性。不得不说，她的颜值和气质实在太抢镜，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存在，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。即便是在没有修图的情况下，状态保持得非常好，不愧是神仙姐姐。刘亦菲近年事业发展稳定，手上也有多部作品待播。目前刘亦菲正在拍摄的这部作品是《具有风的地方》，与当红小生李现搭档。众所周知，李现凭借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爆红，此后各种资源接踵而至，这次李现与刘亦菲也是首次合作，最后也期待两人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